李沁和邓伦哲对在《爸爸去哪儿》中居然有着神奇的 CP 感。之前即使二人同拍过《楚乔传》，但是却没有同框过。在《爸爸去哪儿》之后，李沁邓伦收获一批 CP 粉，但这次两个人的 CP 粉可能要扎心了，因为半路杀出个王大陆，哈哈。相信在很多人眼中，王大陆和李沁都不是一个画风党，但是有时候缘分就是这么深情。虽然明显看起来李沁和邓伦更配，但是在节目中我们都能看出来邓伦比较主动一些，但私底下李沁和邓伦几乎没什么交集。李沁和王大陆就不一样了，二人一起拍过一部戏，期间还被拍到一起吃饭，不过那时候并没有引起什么水花。今天李沁被卓伟爆出和闺蜜一起吃饭，期间时不时的翻看朋友圈，看到别人的时候都是一晃而过，当翻到王大陆的时候不仅放大来看，还盯着王大陆照片看了很久，真爱无疑。所以王大陆应该是用有趣的灵魂吸引住了李沁吧，如果是真的那就祝福。